今天打卡崂山羊口风景区。我是被山顶的海景所吸引过来的，一到景区就开启了徒步爬山模式。我现在位于崂山的寿字峰，在寿字峰观景台稍作休息后继续前进，沿途可以欣赏到不同的山景与海景。只是从密天洞开始，你就要经历狭窄、黑暗和湿滑的路况，洞里有几段路几乎是全黑。进洞前请记得打开手电筒哦。出洞以后还有更狭窄的山路在等着你，不过当你像我一样坐在悬崖边看着眼前的风景时，就会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到达山顶的观景台后，可以多花一些时间在这里尽情休息放空，让这高处的仙境治愈你所有的烦恼。在下山的途中一定要去一下狮子峰，在狮子口中来上一张打卡照。之后你还会看见很多形态各异的巨石。如果你对道教文化感兴趣，崂山的太平宫也很值得一去哦。崂山羊口景区是整个崂山景区中我个人最偏爱的，如果你也喜欢大山和大海，崂山羊口景区值得一来。记得点赞加关注。